给予更多的爱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携程已经在倒数咯，更多的爱，更多的爱，我们先看试试哦，现场剩下48秒啦，是准备见证这一刻。今年我们现场已经超过50000人了，来感受一下跨年倒数的气氛，把你们的相机准备好，把你们的拥抱准备好，准备一起大声说新年快乐，别忘了倒数30秒咯。全新的台中，20秒倒数了，最后10秒，大声说出来，准备，2018年，新年快乐！准备启动，收起来，收起来。谢谢，小心，小心。